现，现在这部那看那录影带看会到，那看那个祖孙记，阿公阿妈甲阿孙洗卡还是孙甲阿公阿妈洗卡？孙阿公。哦，我叫阿公阿妈甲孙洗卡。那阮即摆是院长、副院长甲咪，管洗卡。哎，我小时候国小毕业时，囡仔甲爸爸妈妈洗啊是。囡仔甲爸爸妈妈洗，我叫伊去洗了，无要紧。阮这是谦卑服务跟无私的奉献，我一个 Mark 专门在做这个服务，谢谢大家。就告诉耶，哎呀，啊，然后陆续哦，这个是我的阿妈，这是去啊，今年过年的时候拍的，好的，老破图，你知道吗？老破图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讲安尼呢？因为咱这个年代吼，卡无足紧的，咱社会。其实很繁荣的啦，生活马上很富足的。好，会啊放徛放咧水内底，来放咧水内底。好，孙嘛孙嘛安尼做伙。好，啊，咱的孙咧慢慢啊，轻轻啊，替阿的阿公阿妈洗脚。好，伫咧洗脚过程当中咧，当中咧，咱的孙咧会当感觉到，咱的阿公阿妈对伊每一工的疼爱。别说过年吃的大。好，再来，咱为咱的正脚，倒脚，倒脚同款放进水内底。哦，咱的孙慢慢啊，同款的来为阿妈来洗脚。这时阿公阿妈。你会当伫洗脚的过程当中，体会到孙对你的感恩。